恁翁的我呢，有像新郎无？啊无啦，恁新郎的爸爸。有啦，因兜啊，家己拢会用做新郎啊啦。啊，水果，好啦好啦，你哦，唔要做啦。等下我来食鱼酒，食食回来哦，我再替你做。你好，知影好倒回来啊？我使你烦恼讲吼，子林若出去，东山南北拢分袂清楚。啊，你若出去，啊，你某是啥物人？啊，厝伫倒位，你嘛拢摸袂清楚呢。吼，无遐尼啊严重啦。我知影厝内面哦，有阮媳妇咧等我哦，食食我绝对哦随便回来，吼。你来讲会到，做会到哈？啊，你莫发烦恼吼。啊，即阵喜事，你甲子林。啊，比迄金甲银迄家口啊，搁较紧张。啊，未输恁是一家口啊，啊，我是一个外人。未啦，你哦，莫想遐尼啊多啦。迄是安尼子林哦，做代志哦，较大心啦。伊哦，伊安尼体会我，伊知影讲哦，我欠哦金甲银家伙的人哦，安尼有亏欠面。啊，伊哦，才安尼替我付出，加替我做一寡。啊，尤其即摆要结婚啦，即个哦，应聘这囡仔，这细汉这细汉是我无甲请用着。啊，嘛无安尼好好甲伊照顾着，啊，我着利用这个机会哦，安尼好好来弥补伊一下啦，吼。嗯。哎呀，你现在足嗨呢，啊，食这侪回啊吼，啊，衫拢袂晓穿哦，好啦。来，啊，你搁带你们游哦，好。嗯。嘿嘿，袂啦，安尼较漂皮啦，啊，你唔是上爱这个型的。你咧水面啦。好啦，紧去紧转来啦。陈明，哎，阿爹落来，阿去洗你嘞吼。好啦。水妹，再见。拜拜。是天公伯啊，给幼崽带转来献花，伊是我这世人要白头偕老的红婿。我绝对不让任何人发现子林的心思。今嘛，用小热情的掌声欢迎新娘入场。燕萍，乔涵。
开始，你都要负担一个家庭的担当。难怪你变烦恼，无人一开始就知影，要哪做一个好翁婿、好爸爸，我来跟你做伙成长。哥，多谢你。对今日开始，你都是一个完整的家，欢迎你家的金家做金家一份子。以后不管是好天还是歹天，我希望你跟艳萍都能手牵手做伙面对，我能永远疼你。哥，多谢恁一家伙仔拢这么疼惜我，我跟艳萍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缘分，还够有幸福。虽然讲。天公伯对你甲子英姐就无公平，啊！不过我相信天公伯真紧就会替恁搁开启另一扇窗，你甲子英姐真紧就会当得到新的幸福啊！精心建设当署长金有德先生来讲几句话，祝福这对新郎。艳萍啊，听安啦，你古早人伫讲啊，先成家才立业。阿姐伫遮祝福你啦，两个阿公母伫今日开始啊，拢会当百年好合，事业啊！一天比一天更加成功。多谢阿姐。时间过得真紧，我还会记得应平出世迄个模样啦。阿公即马要娶某生囝，应平是阮厝的上细汉的囡仔，自出世哦，就有大姊阿兄你疼惜，你保护伊。应平啊，为即马开始哦，你袂太过囡仔性啊，你爱保护乔涵。哎，爱做一个有担当的一家之主，知无？知。小霞，小涵嘞，虽然你爸爸妈妈无法度来到现场，但我相信你若是知影，一定会为你欢喜。我会当娶到你，会做我的好新妇，这是阮金家，还佮阮艳萍的福气。你放心，此后。阮全家伙啊，拢会做你上大的外靠，嘛会予你上大的温暖。妈，多谢你，以后我嘛会把你当作是我家己的妈妈，最爱你。打拼去考条律师，做一个配你的去的翁婿。然后，我嘛会用我上大的力量，让你啊，佮有囡仔得到幸福。我上大的希望就是会当得到一个真温暖的大家庭。你已经替我实现愿望了，我爱你，我嘛爱你全家伙啊！请下去
虽然我甲应平老实在无讲真久，但不过我看人安尼，我今日嘛怀疑啊，目屎拢准备流出来。我看你上欢喜啦，我两个后生啊，一个险啊失去，啊失去至亲的感觉吼，就敢亲像讲减一只手，还是减一只脚，就是算我一边好好滴，你嘛无法度通感觉讲弥补你的遗憾啦。又再倒转来，天公伯啊，就是同情我啦，减我目屎流伤多啦。是的啦，我哦对进步了。不要紧啦，我知影你是去基地，也毋是超过伊啊，妈会原谅你啦。不过我交代你哦，为即马开始，你爱定定倒转来，大家安尼规家团圆啊。迄子女来当来是上好啦，安尼叫我的名同款哦，幸福美满啦。妈啊，你当阿嫂的面讲真个刚好哈哈，安尼袂算哦。你已经要接受那个小三啦？哦哦哦哦啊！秀英啊，你唔通误会哦，我妈袂啦，袂。阿嫂，你就是安尼啦，什么代志哦，拢逆来顺受。莫怪哦，人家甲你食狗狗，暗互人抢去，拢不要紧。你点点啦，你是嫌这气氛无可爱哟哟。我就是惊你哦。有样看样，你若甲王大兄哦，你再甲我试看卖。就是讲嘛，俺两家做两个小三哦，本来有做一种过街老鼠的心理准备啦。好佳哉哦，伊今日在阿旁边起来，卖出来吓死吓。老公，等你三条演完了，有全民替我监督你，你应该唔敢有白来哈。在我的心里，敢若有老婆啊，老婆永远摆第一，都是用全民监督哦。我嘛不要回来啊！我知影你上乖啦，啊！你像有笑伊哦，做我的小蜜蜂在边啊，给你干到。我相信哦，你绝对唔敢回来。妈真正是偏心，连迄个还未见面的子义哦，拢提出来讲，敢那金狗，拢无咱倩倩的存在。我无生大伯孙给伊抱，伊就直接安尼甲我跳过人过啊！哎，你敢那不是妈的亲生后生？我感觉妈嘛真狠心。你莫跟伊搞家族，你莫安尼想负担钱。哎，妈，哈，今仔日哦真无简单啊，规家伙啊一当大团圆啊，等下哦一定要翕起全家福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，倩倩。你愈来愈水哦，听讲你即马较惯达到阵哦，后抓哦爱食恁的喜酒哦。好啊好啊，安尼哦惯达以后就变成我的小叔兼堂妹婿，亲上加亲呢。哎呀嫂，我无可能啊。我意思是讲哦。我们现在正在享受热恋的感觉，无着急走进爱情的坟墓啦。当你办喜事，你别胡别讲话啦。拍死拍死，童言无忌哈，大家原谅我，原谅我。妈，嗯，咱倩倩的条件哦，遐尼好，啊，条件好的对象哦，是白龟的拖拉裤哦，要予伊选啦。以后的代志哦，真歹讲。倩倩，你哦，也就爱背后金，唔通选一个哦，甲恁大伯同款，一支嘴安尼好锐锐，讲胖去哦，就胖去，一去就是二十五年呢。啊，即马转来哦，恁阿母就爱嫁人公家翁婿，你若选这款翁吼，你真正哦要哭无目屎。有仔啊，我好交代你哦。你看秀英啊，真多，你要想办法弥补人哦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有一个朋友是脑科的权威啦，
我会带大兄去给伊看一下。我会想尽所有的办法的，给大兄恢复记忆。这个有的，那也才给不。大兄若是想到那两千万已经交给我，这样事情就大条了。阿明，来，爸爸敬你一杯。大姐，燕萍，这杯酒你别喝嘛，伊若是要喝哦，等伊家伊个小三生囝喝就好。哎，心如啊，你过去我口气跟恁爸爸讲话。阿妈，这不是阮爸爸。我的工班要装潢之前，我已经严格检查过所有线路，绝对无可能因为老旧发电机就引火自燃。我直接讲啊，我希望会当来这上班。你敢唔想要找一个机会？卡不好，这个发生火灾真正原因，一定有其他人为因素在来。为着我今日决定，我要以餐厅负责人身份去告你。左边，啊，我拄到，你放心啦，我今晚后日就回去。你来车就我知啦。永春少爷，永春少爷，林倩倩，你好，我叫做唐永泉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林倩倩哦，是凊彩跟人阿秋，你是倒位来的青阿仔？哪里去不是亲戚？这笔钱是你出的，你三爹无闲，所以你叫我。查理起码是无业游民。你那雄雄有钱行哦 ，Lisa。安尼就当证明，我就是 Alex。对啦，啊，不过这嘛是最后一摆我叫你阿姨啊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代志，我尊重你。这钱是要给我。今天去设计餐厅设会啊，我是要看你安怎甲盛唐开发的房总裁交代，咱的计划顺利达成啊。这笔钱退去啦。Let's go.